你好大的官威啊，包大人。上级拍马屁，锦纶议员看门狗。人民保姆坐在椅子上纳凉，挥拍防蚊，是有这么闲吗？可别误会波利斯大人了。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洪平朗服务处日前遭人破坏，嫌犯虽然隔天到案，但警察局仍规划警员三名二分局警备队及绝民顶三民主等派出所到服务处全天候站岗，苹果值机。一开始警员还有桌椅可坐，但前晚开始站岗警员没得坐，加上蚊子超多，只好拿电蚊拍走动电蚊子。短短二十分钟内有两趟机车巡逻，两趟警车迁巡。不过呢，市府却说未下指示，议员也说没叫警员站岗，还提供桌椅及电风扇。大家可知站岗勤务要花掉人民多少钱呢？若以一周动员84人次警力，日薪约1700元估算，站岗勤务得花14多万元。而得知站岗惹意，警方表示将把站岗勤务改为12小时。东新闻高层卖人情，基层卖人命报道。